维新圣教学院113学年度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硕士班开始招生，10月18日至12月15日受理报名，需具备大学毕业、具有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者，采通讯报名，以邮戳为凭。招生简章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.wxsjc.edu.tw/new/108，洽询电话049-220-9418/301或307。